这两天我们家刘二蛋有点积食，两天没有拉屎，然后昨天给他吃了点王氏宝吃丸，今天早上看到他纸尿裤里面都已经有屎了，已经给拉下来了。他从早上到现在就一直在那叫奶奶奶奶奶奶，那从小到大都是姥姥看着长大的，咋就老叫奶奶呢？你们家小宝宝是这样子的吗？他一直在叫奶奶、爷爷、爷爷、爷爷、奶奶、奶奶、奶奶。是不是？